竟然无甚么一句话害死王仔。啊！在村民的拜托之下，金文西伫王仔饮水水边啊，跳将龟尾来顶刷。伊叫王仔爱即时去投胎，准备甲王仔说偷偷走来新人引导了。阿星带来伊一片的真心，说叫伊上心，要活个新人的消息。你是讲啥？咱不是已经做伙啊？你搞放开好无？我感觉足疼的。你跟我抱起来嘛！哎呦，这宝贝真疼嘞！放开啦，就疼啦！喂，你叫人吃新来的豆腐哦，哈！哦，看见哦，我只要比你较戆啊，再重新你的话啦。有，别讲啥啦，我当然是个新人，烂条条命，我无个家人。你看。我手也无豆腐，我哪有甲食豆腐？你莫要别甲冤枉哦！我这这莫怕，哼！我实在无你话，快点哦！你不要甲我看着心来，等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你想我会记你怎啊讲话？哼！啊唔过我拄只咱心内感觉足好个呢。小等下，我阁来最后一届就放手，而且我无尊重伊啊，我一直拢足尊重伊啊，安尼应该无算是讲话无算话啦。阿信，阿信，你想怎啊？无啊，我无安怎啊？啊，迄天吼，我去看人表演啊，啊，看到一个人吼，用巴肚讲话，啊，足厉害呢。你什么时阵这么啊亲友去庙口看人用巴肚讲话啊？你看，愈讲愈闹鬼啊吼，紧走！你卖人说啊，卖人说。阿星，你今日想怎啊？那这么奇怪啊？无啊，无啊，我无怪怪啊。我家是就想你的，就想你的，你跟华兰姐好不好？你今日想怎啊？靠不着，就要跟华兰。你安尼，我也是看到，你一定会把你拍到做到白。欣然，我不怕伊啦。你哥好啊，雨啊！竟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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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买了。奇怪，我乃感觉伊的感情一点仔都无亲像阿星。你上台少爷，小弟，天然，天然，你卖钱，我白做了，你还在听笑，你听笑啊，放鬼佬，可搞黑主王行，你卖主王，你卖主王，你卖听笑，你笑，你来走，你来走，阿星。我已经跟你求婚了，嘛该开你的手吧，送你去地府啊！是安怎你就是天天无爱？敢讲你一定爱我出手，跟你报告魂飞魄散，你才敢玩是无？我听无你讲啥，我不，啊！这天你卖搞你啊，你把我打，我无什么个死一遍呐！什么？这是你表爱。你妈，你妈是要替伊做手术？嘿，金元帅啊，我知影，一定是阮王仔啊吼，去冒犯着恁心人啊，恁才会这受气，要甲修理。
啊，不过你嘛带念讲，我这个戆囝只不过是对恁心内一片痴情，啊，不是什么歹人啊。你莫抽身也烦，放你说好不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做啊。那不是伊对心内高高低，我哪有可能无缘无故要对付伊？好，你给我一点时间考劝伊，我相信伊得回心转意。以后我靠劝你，人贵所多，伊若是继续甲新人安尼高高低，恐惊对因两个拢会造成伤害。我不知道，你这个乖囝听阿爸的话好无？阿爸，阿你都已经死啊，唔着紧去投胎转世，唔通搁直接受空受空，吼、哦？我不爱，我要死人，我就是要死人，我不可以放弃啊！你解释小弟啊！我已经三番两次原谅你啊！你是安怎就是讲没存钱？安尼好，既然你一定要出手，我就心转你。金元帅啊，算我这个老的求你啦！我吃到这这回，干了这个孤囝呢。但伊即马死都死去了啊！唯一的心愿，就是想要甲恁心难斗阵了了。我这个老的求你，我求你将心难给予阮后生的神主牌啊，好不好？我早都讲过啊，人贵殊途，伊安尼进门不过。我哪有可能放伊耍？囝，我知啦，你不要再做啦。桃花，这件代志你卖管啦。伊若是搁对新人高高低落，我惊新人更有性命危险，我绝对袂当会安尼做。囝，我唔爱。公仔，你们，公仔啊，我这个心肝囝，天啊！我来你个，我会叫我女冰山。人家讲，宁死吃鸭孙，咱们赶紧克服千重，也不断增加，才有黑眼光的人坚持。若受人伤害，你就趁这机会，伫尸体顶面放五桶，宁死身上无痕的气体，结做火，变作乌。我想到，我想到要安怎做啊？阿囝，你等，阿爸一定跟你斗三工。妈呀，你讲我什么意思啊？妈呀！啊！就衰，就衰啊！我们休息啊！你晚上你把我抓了，又不跟我结婚啊！啊！龙仔，既然你已经过身啊！你都应该去地府等待轮回转世，是安怎又再来勇敢对新人高高低？莫塞，我真正就介意新人的，你卖管我走好不？你让我踮你的身躯边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伊。你今麦是一个无任何力量的人，你是安怎保护新人？刚才讲，人贵殊途，你早都应该去地府报道，你就是天天不爱听。我知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要去地府报道，还是想要魂飞魄散？是真心换作情，痴情的王仔虽然魂飞魄散啊，
一声过来啊，根本有人救这个戆囝呢。啊，金爷，天公伯啊，我无什么魂飞魄散，我败，我败啦！你是个戆囝。爸已经将恶毒拢压在你身躯诶，直到阿爸就算讲拼甲吼夭寿短命，嘛要替你出一口气。你去捡一挂地去，当作一个恶鬼。你想要创啥，你就去创啥。这是阿爸一世人最后会当替你做的代志，戆囝。去伤着，你看，都连新来的粉片嘛去用搞去啊！咱若是敢轻易救伊，伊就得要无命。你煞搁离家搞计搞你的面子。心兰，心兰，心兰，洪大兄害我以后，
今日我甲心兰分别出走，伊先听我讲哦。三娃，你去想办法救心兰啊！心兰唯一办法，就是先找到王朝大帝什么所在，然后开关吹一条过道作案，安尼才能甲心兰分别追到上来。咱跟随我老爷们好心走。我老爷心兰分别哦，叫王朝下了高照了，就昏迷不醒啊！那是跟阿伦哦，伊真正变作一个活死人啦。我老爷，你敢认真看到心兰变干呢？嘿嘿嘿，我这个公家真正达成伊的心愿，甲心兰抓去做伊的新娘，恁爸真正替你欢喜，有影搞？是啊，我老爷，只要你带我去王财大的所在，将伊的棺材拍开，摕一块骨头给我做法，安尼我就会当将心兰的魂魄交倒转来。啥物？你讲要将棺材拍开，甲阮家取一大骨头去做法，不可能啦！我老爷。卡叔，你无给阮开关，心兰一定会无命。安尼，你就害死一条性命。谭公，你真正忍心安尼做？嗯，我老实甲你讲，今日就算我死，嘛无可能甲王三等做甲你讲。俗语讲，好手段甲鸟无拼命。我老爷逆天而行，嘛要帮助因囝王三来完成心愿。心兰讲，今日就算我死，嘛无可能甲王三等做甲你讲。再搁给恁家伊个分别，甲抓去凌迟，我不要讲啦！你讲什么话啊？哈，上台唔对呢，你搁听暗号伊哦，这是老冤家是无啦？你点伊？王财是我唯一的孤囝，结果为着心难来死，一命赔一命，本来哦，心难啊，都要落地府赔伊啦。我是跟我跟你怕哪凉了？你怎样的呀？喂，阿星，别个叫啊！咱是跟离开，想办法去新南开药店，行。莫惊，这是阿爸最后会用替你做代志。便你一定要较成功嘞，绝对唔通让心兰的分别卷手登基。心兰啊，咱两个都在做伙，我就欢喜的。我们小雅，你可袂再帮我登基？我求你啊！没你啦。我想要跟你做伙，所以你一世人拢爱陪在我的身躯边，我袂当放你走。看来我好好跟你讲是无用的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。既然安尼，我无想要无名无份跟你做伙，咱应该成亲才对啊。嘿嘿嘿嘿嘿，我嘛是要甲你成亲，安尼我就是新郎啊，真好真好。那安尼，我想要一束新娘衫，啊，佮有鞋啊，佮有破链、手指，你应该去准备一寡婚礼的物件才对啊。啊，对哦，新郎啊，你放心，我阿爸有烧出来钱给我，我会当买足侪。金马的还有新娘衫给你，你乖乖在这等我，我娘没有回来哦。啊，好好，你赶紧，赶紧。你袂当骗我，我足巧的哦。啊，好啦好啦。我要做新郎啊！我要做新郎啊！我一定要赶紧出去。这是什么声？这是哪位啊？我哪来的家？有人吗？有人会当叫我出去吗？救命啊！金龙。
皇太子皇娘娘一命，修好要送我金元帅甲桃花做好礼仙徒。但是现在又要将心内的分别压去呢？敢讲这个金元帅有什么关呢？金元帅因两人的宿世姻缘，更花多第几世人修成正果呢？讲高雄大寮两皇宫内底服侍王母娘娘，除了将军人间婚姻甲生育儿女的代志以外，阁要解救一个叫查甫云刷掉学生囡仔，看伊的前世今生来解治病。去了啊，去国外教学，期转未着，转来教校，然后阁入教校，就一直到第三空空间讲话啊，还是足严重的啊。后来咱母娘家母娘山啊，讲伊的代志。伊讲，迄是伊世缘三世情啊，蛮约束的。查囡仔怎嫁别人去，爱着一个分足重。过来是搁去上吊自杀，伫遐等伊。他讲，来世啊，一定要搁娶你为妻啦。最后，我们娘娘使甘露水给女学生啉，搁替查甫云超度，女学生才豆豆回到正常，完成学业。俗语讲，一句话三斤六重。前世人因人的话，只是人要怎行？现今的土地拄着上世界，前世人的移民地，甲今年地都来相催。这对新人欢喜冤家，竟然用土地幸福要来拼输赢。输了要占上头花，输输说要接上西山，欢喜冤家地主会安怎了解土地真济呢？下礼拜讲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王母娘娘诉婚。